这是 David Barnes 所提供的录音，英国伦敦，2006年5月，唐诗300首，卷1、2，感遇4首之2，张九龄。兰叶春葳蕤，桂花秋皎洁，欣欣此生意，自尔为佳节。谁知临期者，闻风坐相悦。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。晚安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本身不丢你人家。